是三线都是 HK 做推进的，但这里 Breaker 过来是有抓到马尔祖吗？这边是白尔祖的闪现皮跳车还拉了回来，朱磊过去一个兵，再配上 W 技能后面补上普攻，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人头。有眼睛有看到，眼睛有抓到这个。 小王做得好，陈柏宇，但是有睡到柔，睡到这张球女哦，可以帮挡，可以帮挡，哇，没有挡到啊！一泽要过去再补下普攻，没死，看到这边凯文是把一泽要弹到肚子里面，然后这边希尔很生气往前面交一个虚弱，再次补上伤害，小兵已经倒下。 凯文在弹塔，陈柏宇再次睡到对方的肾，肾会倒吗？过去一个机会爆炸，配上一泽热，这伤害又把一泽拉给拿下人头啊！他的手也太强了吧！太扯了吧！他的手艺真的超级强哎！我的天哪！他是从那个小缝缝穿过去命中的小毕业，他的手也太强了吧！天啊，这角度跟这个技能的一个发挥，他真的没有开玩笑哎，他真的手艺王哎！上半部的一波塔杀来看一下，他的跳被勾下来。 这个三个人从来不对等，总有人必须要牺牲。眼镜已经看到小旺已经预先下眼了 ，J Team 是有备而来，结果他这边直接睡到了小 V， 哇，在看到的情况下还被睡到，这个就有点不应该了。反身这边 Kevin 救了他，周一直接选择闪上岸，非常果断的一个决定，直接选择下虚弱加个普攻，直接把他带走，没有要给他任何转换的目标。这边再透过这个塔再睡到第二波，回身一波再惨，就是我小闪闪。那我已经。 我前面封锁已经是被压制的情况下，我只能跟着打。哦，这看到朱磊丢大招是没有成功的定到二组，但二组是有被这个瑞锤拉回来，二组看来要倒吗？是作为一滴血量，最后一下又是 Breaker 拿下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三颗人头，住好住满的，住好住满。哇，又来了！结果这边下路也是住好住满，小兵又被点燃给点死了。特别看到是杰米来过来看见大招，那一个很生气，直接一下。 密大腿的脚刀，伊泽兰也倒下，下路线直接贯通，四个人头全部都跟他有关，100%的击杀参与率。没错，在这里看到是纳尔又来了触点了，克雷德直接交大，然后朱尼的大招也是交了，自己把二组的闪现给毙掉，这果断了，对，这厉害。现在左半边 Unify， 哎，这是刷大，哎呦，全吃，哇，薛海了，全吃啊，然后大鸟也给他吃掉了。 在飞是最 OP 的时候，然后你让他拿，让飞西门拿飞西一样。这边是两个人那个包夹，再次要抓二组，二组现在往旁边那条了，已经用过没有闪现的情况，看来只能倒在瑞泽的手里，又收掉人头。不过后面我到人来了，我这次已经有队友来了，让头给伊泽 ，Unify拿下了朱女人头。15分钟游戏时间，现在 HK 拿下了1000多块，已经优势。这里真的想来抓人吗？但对方人很多啊。 反正克雷德开大了，瑞瑟能不能开于这支队伍呢？结果被套一个虚弱，后面看到坦肯奇有把卡米尔还在嘴里面往旁边拉掉，这边看到纳尔也是交个 TP 过来，但他没有怒气，他也在做 poke。瑞瑟往前面想要来抓纳尔，侧面跟卡米尔过去直接开大招，在瑞瑟身上，但瑞瑟往旁边已经是拉掉，这个下马好像是把卡米尔的这个给拉掉，结果看到这边纳尔变大的时候踩了一个爆破球果，J-Ting 的往右边撤退，伊泽加个闪现过墙，琼尼的大招好像也没有捡到太好的东西。 这一波，这边睡到了 Fofo， 快死了吗？剩一半的血量，蓝 buff 有拿到，是 Gemini 拿的 ，Fofo 往下面逃，现在闪现还控在手里，看到 Zier 是往前面用一个闪现来换 Fofo 的闪现 ，Fofo 开了一个大招，成功的上了车，这台车是通往安全门的车。我们这边有推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这波一开始是一个很漂亮的蹲点啊，那 Gemini 这边直接选择了打上面的 Rest 这边也有隧道，那后续这边 Rest 直接冲进来。 伤害没有出来，而且这边 Unify 的输出位置是非常的好。纳尔这边也做了，你看他这么惨，他的功能超重要，他把这两个人留住了，而且你还打不太动他，然后他这边又要变大，然后你只能选择跑，因为他要变大了，<笑>有没有？他这个时候把小王压在这个墙上，你看 Gemini 这边，他勾过来之后，哎，哇，有晕到，对，没有晕到。如果有晕到的话，那一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，最起码带走一个。对，而且有一个点就是刚刚卡米尔大招是被。 克雷德下马给抵赖掉，如果没看错，被消失了，不然的话应该连克雷德都会死，就是应该要收个人才。整个追击就是有各种的不巧，我觉得只能说是不巧。这边撞墙了，结果这里蓝方下一个 TP， 波波现在被对方给包夹，坦克奇也是开始大招过来，圣有套大在波波身上，波波还在做拉拉，波波这边冰刀墙上时候倒下了，而且圣也是被冰刀墙上，而在右半边看到 Rest 跟 Breaker 两个进来之后只能落荒而逃，球女下还没到场，而且看到这边圣也倒下，右边死了两个人 ，HK 这波大获全胜。上路可以先压一下，因为以他们的组合来看的话。 哦，这边拿了很凶，直接往前面。球女的闪现刚刚是交掉了 ，Breaker 血量非常低，没有也是交了一个闪现哦，逼了两个闪。这边是一个纳尔跳跳，左边是没有交任何闪现，右边就交了两个闪。Unify 已经来到边上上半。
这边是要来抓人，看看齐开大招又深渊上车了，这边是直接把大招盖在 Bobo 身上， Bobo 闪现现在是有的，但能够逃脱吗？没有办法，倒在了 Unify 伊泽瑞尔的手上，已经是暴走了。为什么 Bobo 死前这么要按他自己的闪现呢？伊泽拉的闪现刚刚被逼掉了，下半部的话二塔是有被推掉，上路的话哇没成功，这个钢铁哇、哦、Unify 这边刚好一上去挡到了那个The Racer 进场了，要抓人，钢铁勾射下墙，终于用一技能拼了一下。伊泽瑞尔这边刷一个大招往前面来说 Racer 被打下嘛，用一个枪往前面来做逃脱，过了墙，但是又被对面给睡到，这边倒在了又是伊泽瑞尔的手上。这场比赛 Unify 站出来了， Unify 好痛啊，他刚三下就把克里德打下来了，是，而且有凯威在旁边保护，他可以尽情的奥数月前到塔下来做 poke， 他可以打得非常的激进啊。对，这么二十五表现，哇，还在往前点，小兵又睡到了，倒了，这一波会结束吗？风暴又被对方给抓到，现在二十五拿下了雷泽人头，右边死了三个，中路这边的高地看来是要陷落。目前看来，我觉得这柔一应该不能挑战啊。那我们其他队伍，我就先帮其他队伍感谢 JD 了，这个你帮我们，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想说。很久没看到了，要不要放一下啦？是，要不要放一下啦？应该那个时候刚开机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没有，真的没有这么恐怖，我们都太怕了。不会吧？这场比赛要结束吗？要来做多的奋力一搏，伊莎翔肯定已经死去，被容易给收掉。现在二组不断在点对方的主堡，这边看到开了一个惊人，但这场比赛已经。数 HK 二十几分的游戏时间，直接把 JT。这场的对决拿下了最后 BO3 的胜利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 JT 吗？他让其他队伍知道打 HKA 这个柔一，我觉得是100%不可能放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宁愿让他拿那个塔龙，我宁愿看到他的勒布朗，我都不想要看到这个柔一。这个柔一太恐怖了，他前面的节奏带得太好了，一等 Gemini 这边直接两等就过来帮他逼这个闪。这个闪现逼掉之后，这个柔一在第一波上六的时候直接转下之后，他已经是 gank 失败，但是他完全靠自己的操作打回了这个双杀，回到线上把中单波兵补完之后，第二次转下再带走你们两个一次，完全节奏都在柔一的掌握之下，完全就打包带走下路线两次的 gank 都是拿到了两颗人头。哇、哦、我这边在中期的时候搞错了，这个纳尔不能买那个金牌赛品，有没有？没有了，难免会犯一些就是一些错误。我那个时候一直想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一直在想弹装，因为他一定要，他只要夹紧就好了。我觉得我是他，我就对，是夹好了真的。不是买那个大手套，是买小的，买小的，然后再升级成冰锤。对，那这场比赛的话，也是感谢，就是 JT 是一个。有点像帮别人试吃的眼前很好吃一道菜、啊、是他帮大家试过水温了。我们现在我们全部的人感谢 JT 为我们 LMS 其他的每一个团队所做出的付出，我们以后绝对不会有人再放那只柔一了。对，这小女孩真的好可怕。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场你不能说 JT 打得不好，他做出了一个突破，而且他感觉已经他想不出其他的 ban pick， 所以他决定踏出这第一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勇敢踏出第一步，这个你不踏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踏下去之后，搞不好哎，好像没那么厉害，那是不是又另外一个故事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不能马后炮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踏出去就真的结局不一样了。那啊，而且他们的战术执行确实是一直有在他们的线上，一直去触上路的纳尔。你看他们的眼位布置跟眼位设计，跟前期 jungle 的动向各方面。都抓到了柔一的位置，前面有下了四根眼，没错，他前面下了四根眼之后，让 Gemini 不能够入侵，然后他后续眼消的时间，小汪补眼的时间。